好茶十连冠，平林茶香寻茶香，邀请大家到平林喝好茶，今年的冬茶绝对不能错过，并且由新北市长侯友宜颁发冬季特等奖，肯定茶农的辛劳，还有优秀的制茶师，从生产管理到发酵萎凋炒茶，每个环节都不能够马虎，才能够有雄奇的茶。那么地拿文山包种茶，可以说得到咱全国制茶的冠军，连续十年，伫发酵茶连续十年，我拍一个吼，我拍一个，十年嘞，十年嘞，啊，我希望我做市长偌久吼，啊，你就爱做偌久的冠军吼，啊，一起哈。新北好茶，尤其是平林，是包种茶的发源地，无论产量、品质和技术都是全国之冠，尤其是连续十届获得制茶技术的竞赛冠军，名副其实的冠军茶香，喜欢喝茶的民众千万别错过了。推销新北好茶，平林区公所把展售会移师到区公所前广场，串联老街和北宜路的商圈，让民众能够品尝好茶相关的茶料理，再加上主舞台各式精彩节目轮番登场，寻茶香、探茶香，感受平林丰富的产茶人文风情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